成了即将抢我饭碗的艺术巨人。赖以求生的技能如今被机器轻易的超越。是的，没错。接下来我想从柴斯设计师的角度含泪聊一聊 AI 作画到底进化到什么地步了。朋友们，这是21年年底柴斯内部玩 AI 作画的时候生成的一些作品。当时我们主要的乐趣其实是想看 AI 生成的图像到底有多怪异，分享人工智障的笑料。但在过去的半年里， AI 飞速进化。比如最近你可能看过一些美图秀秀 AI 画照片的梗图，虽然有误判的时候，但这些 AI 好像真的认识照片里的角色、物品和环境，绘制风格也完全自洽，细节拉满。而这只是目前 AI 艺术能力的冰山一角而已。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 AI 艺术已经从非常有潜力的人工智障变成了即将抢我饭碗的艺术巨人。是的，没错。接下来我想从柴斯设计师的角度含泪聊一聊 AI 作画到底进化到什么地步了，我会不会怕它，会不会被柴斯开除，惨遭 AI 抢饭碗。先给大家简单看一下，吹了这么半天，现在的 AI 艺术到底能做些什么？简单来说，就是现在，如果拿起笔，你可能连一条线都画不直。但没关系，只要打开电脑，在填写框里输入 prompt， 也就是一个文字提示，那只要半分钟，它就能生成一张甚至好几张作品，构图惊艳，细节炸裂，甚至可以巧妙地把完全不相关的物体完美融合起来。你还可以根据生成的结果进一步添加或删减描述，直到满意为止。所以目前的 AI 艺术几乎把绘画的门槛降到了认字就行的地步，而且相比于去年年初，它对设备算力的要求一降再降，现在只要打开一个网页就能开画，连买显卡的钱都省了。而且现在的 AI 艺术并不是很多人想象里的融合拼接怪，反而可能比你更懂人类的学习过程。今天的图像生成 AI 使用了一种叫扩散模型的算法，具体的原理就不多解释了。通俗的理解就是 AI 生成的图片是它在理解了概念风格之后独立创作的原创作品，可能性巨大，与很多人抨击的把数据库里的元素抠出来组装的概念完全不同。而且每个工具对美都有不同的取向，有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并不是简单的模仿，也不是所谓的高科技抄袭。当然，它对一些概念的理解确实和投喂的数据库有关。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想，那无论怎么说，不就是能生成一张随机图片吗？连甲方的修改需求都满足不了，能有啥用？哎，还真可以满足。今年的 AI 作画叠加了越来越多的 buff， 比如不满意的局部可以单独擦掉，重新生成。可以固定角色来延展它的不同场景风格，还可以用简单的勾画进一步明确内容特征，甚至有一幅作品向外延展出无限的空间，形成更宏大的作品。更神奇的是， AI 艺术有一个叫 seed， 也就是种子的概念，它可以帮助创作者固定作品的基因，把创作的可能性局限在已经生成的图片上，再改变参数来修改细节或属性。比如我们粘贴一个种子，只更换提示词里面的年龄，就可以让 AI 画出同一个人从半岁到200岁各个年龄段的图片，这就很好的控制了 AI 生成的随机性。那么现在让我们回到最现实也是我最关心的吃饭问题，在柴斯曾经叱咤风云的我，是不是很快就会被这些 AI 取代，被老板开除了？经过亲自上手氪金研究，我得出的结论是暂时不会。最主要的原因是，设计师不光要有艺术能力和想象力，还必须可控、精准，而且能沟通才行。而目前，如果想让 AI 百分百还原我们脑中的想法，那还是太难了，不好掌控。举个例子，我们可以把 AI 艺术工具想象成一个有自己想法的机器艺术家，也就是用 AI 生成作品的过程，实际上是人类与机器的共创。我自己感觉和人类艺术家一样，每个工具都有它微妙的偏好和脾气，所以即便是限定了创作的方向，它依然会加入自己的想法来完成。我们让目前主流的这三个工具排排坐，扔进相同的提示词，可以看到这个叫 Mid Journey 的更喜欢在笔触和氛围上做文章，出图更有插画感。 DALL-E 2则会更擅长描绘一些超现实的质感，理解力惊人。
Stable Diffusion 有更加广泛的出图可能，在这一组作品里面，它表现得更稳重和真实。所以，如果要训练一个工具在提示词的限定下还原我们脑中的想象，可能需要堆砌大量精准的细节描述。而就算这样，不同的工具依然会在自己的风格内自由发挥。所以想让 AI 创作出一幅完全符合你想象的画面出来，要花费的力气一点都不小。像这幅太空歌剧院，它在美国的一个博览会上拿了数码艺术的首奖，它就是用 Midjourney 创作的图像。但是这幅图像的创作过程其实并不简单，作者在生成了100幅图像，经过了900次迭代，花了几周时间，做了80个小时的修饰工作后，才最终完成。细想一下，就算是人跟人之间用自然语言的沟通，都必然会损失大量的隐性信息，产生无数微小的理解误差。马什么没啊？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好嘞。那要学习如何用最低的成本和机器说话，让它在无数种微妙的差异之间找到符合你想象的视觉细节，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老板就算想让 AI 替我打工， AI 也不会那么乖乖听他的话。还有一个问题是，目前 AI 生成的作品可编辑性还比较差，因为如今 AI 生成的图像还只是平面像素化的一张图片而已，顶多能制作简单的镜头推移效果，没有办法根据动效的需求拆分成合理细致的图层，处理文字图像也还不是很熟练，还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对动画制作的要求。当然，这也可能是立了一个 flag， 可编辑性肯定会成为 AI 艺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说不定过两年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 AI 艺术和柴斯的内容领域目前还不怎么匹配。目前 AI 艺术的长处在于创造富有美感和视觉冲击力的作品，比如电影海报、杂志封面等等。但是柴知道的视频更多的其实是要把复杂的内容用简明易懂的方式传递给大家，艺术性和想象力这种属于锦上添花的部分并不是最重要的要求。所以像我们这类严谨性要求比较高，需要有明确结构拆解的科学性视觉内容，暂时还不太适合用 AI 来生成分镜，因为它在图像的生成上还没有那么听话。但根据我自己的观察，随机性比较强，而且对风格化和创意更包容的视觉艺术岗位，比如像游戏概念、漫画、电影海报、插画 MV、 绘本，甚至一些公众号的配图， AI 作画都已经开始加入工作流，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了。总而言之， AI 艺术目前已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了，而且还正在飞速的进化。善用 AI 可以做出非常惊艳的作品，不过善用这件事难度并不小，而且直到目前为止，它的适用范围也还相对有限，还没有办法取代设计师的工作，所以老板还是不得不给我发工资。我也想分享一下，作为一个设计师，我自己是怎么看待 AI 艺术的。总体来说就是不要神化它，也不要小看它，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好好利用它。不要神化它是因为就像刚才说的那样，想调教好 AI 并不容易。比如 prompt， 也就是提示词的撰写，目前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一件很有难度的事情。即便已经熟悉了几个月，了解了各种提示词的检索和生成网站，我也不敢说自己和机器沟通的有多好，生成完依然会感叹我和大佬用的完全不是一个工具，细节差了好几个档次，其实远没有传说中的说唱改稿这么简单。你需要懂得检索 AI 认识的艺术家和艺术风格的名称，搞懂每种工具应该怎么撰写词汇的权重，了解什么是副描述，还要研究如何用特定的提示词精确控制绘画类型和光影，甚至调用工具中的不同模型等等。一旦入坑，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但同时，从2022年开始，已经有太多的技术魔法超乎我的想象，我现在说的这些问题可能说不定哪天就被解决了。而且你应该听过最近爆火的 ChatGPT 吧，其中有一个有意思的玩法，就是让它写提示词喂给 AI 作画工具，直接形成闭环，让 AI 来压榨 AI， 没咱们什么事了。所以虽然 AI 还不能完美适配那么多种视觉职业，但我相信它早晚会蔓延和渗透进和内容创作相关的各个工作节点里，到那个时候，所有普通人都可以是视觉创作者，都有机会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创作艺术，
或者把它作为一种视觉化的沟通工具来使用。这也是我觉得 AI 艺术非常有魅力的地方，它高度结合了技术和艺术，把不同领域的人带进了同一个世界。像是我加入的一个 AI 艺术群里，有 NLP 博士、生物研究员、动画人、游戏运营、程序员、教培老师、设计师等等等等。但是当我们讨论 AI 艺术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在跨界，我们对于职位标签的定义可能真的会被改变。而就算是现在， AI 艺术也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举个例子，它目前已经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灵感生成器了，只要你财力雄厚，几乎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万能的图像搜索引擎。你想，在普通的视觉网站上找图片参考的时候，顶多敲上三四个关键词，可能就已经找不到多少优质的内容了。但是 AI 却可以根据你冗长苛刻的提示词，生成相应风格和元素组成的参考画面，激发灵感。这已经足以让很多创意工作者早点下班了。老板不是，我工作很饱和。其实要说，在研究 AI 艺术的这段时间里，我从来没有为自己过去那些学习插画的时光错愕惋惜，那肯定是假的。我非常能体会很多创作者的愤慨和不安。我们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投身一个领域，结果发现自己引以为傲、赖以求生的技能，如今被机器轻易的超越，心情肯定是非常复杂乃至抗拒的。但与此同时，我也会不断的提醒自己， AI 始终都是工具，它不能取代创作者。这看着或许像一种自我安慰，但也是我对人类巨大的信心。我觉得就算在遥远的未来，所有形式的创作都被人工智能穷尽了，人类依然能够再找出不同于所有形式的创作。因为表达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热情和欲望，而不仅只是它能带来的商业价值。同时我也相信，一个有追求的创作者不会甘心把主动权完全交给 AI。非常幸运的是，在我了解了这么多轻轻松松就能一键生成各种经验画作的工具之后，一笔一画的创作依然能带给我快乐。而钻研奇奇怪怪的提示词，观赏机器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同样也能给我带来惊喜。对我来说，这就已经足够了。至于未来，我到底会以什么面貌和标签存在，在什么岗位上创造和表达，或许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了。最后，如果你也想跟我一起进入 AI 艺术的世界，可以在私信回复 AI 或许画师小姐姐，也就是我整理的这份文档。值得一提的是，目前 AI 生成物的版权还没有形成全面的行业规范和系统，只能从他们各自网站的公开声明里面找到答案。在不远的将来，应该会有一场围绕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版权革新，很有可能会改变我们对著作权的认识。在这些变化到来之前，如果你是一名创作者，请尽量以现行共通的版权意识来要求自己，也就是不要商用提示词里面含有现实人物、鲜明画风、具体作品，还有在世艺术家的 AI 生成作品。那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啦，如果你感觉这期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欢迎一键三连支持我们，祝你玩得开心，我们下期再见，拜拜。